然后下去吃了。这就不好听的了，怎么用箱子一直那样做的？你前面找，最后才这样。再这么着不行。还行呗。我也跟西武这个卖的呢，我这个也可以吃。那你们那个啥？啥气？我不上后边吃，我不吃外头吃。没说打我了，我不吃了。要我送你还可以考虑。看面的时候，三分钟五分钟的找不到人，不至于半天找呗。可以蛮熟练的啊！我来送你一种。